秦帝国第六部，《帝国烽烟》第六章，《秦军悲歌》。朝会开始，赵国特使先皇极万分地叙说了赵国危情，而后，楚怀王正色道：“诸位大臣将军，河北赵氏存亡，关乎天下反秦大计之生死。当此之时，齐、燕、韩三国诸侯兵马寥寥。” 魏国余部逃亡在楚，各方皆无救赵之力。唯于我楚尚有三支军马，以天下大局论之，赵国可救得救，不可救亦得救，此根本大局也。料诸位无人非议。话方落点，大殿中便是异口同声一句：“楚王明断！”楚怀王得诸臣同声拥戴，顿时精神大振，叩着王案又道。 唯其如此，今日朝会不议是否救赵，唯议如何救赵。诸位以为如何？我王明断。殿中又是轰然一声。如何铺排？诸位尽可言之。臣有谋划。主掌兵事的宋义慨然离岸道：“赵国当救，自不待言；人则如何救，却有诸般路径。” 当从容谋划而后为之。取陆者，河北险要也，秦军断不会骤然攻破。以臣之见，救赵当有虚实两法。虚救者，以六国诸侯之名，一起发兵救赵，以彰显天下诸侯同心反秦，而唇亡齿寒之正道也。六国之中，唯缺魏国。臣请楚王以反秦盟主之名，封将军魏豹为魏王。 赐其一支军马，而成魏国救赵之举。如此，则六国齐备，五国救赵，此大局之局也。刘季赞同上大夫之说。刘邦第一次说话了。臣亦赞同。吕臣也说话了。我少将军自然赞同。范增见项羽黑着脸不说话，连忙补上一句：“好。” 楚怀王当即拍案，封将军魏豹为魏王。我楚国三军各拨两千人马余魏成军，魏王可当即着手筹划北上救赵。魏豹领命，寄人篱下的魏豹一时唏嘘涕零了。近日虚落，与运文实策，项羽终于不耐了。施救之法以楚军为主力。 宋义侃侃道：“楚国三路军马，外加王室精兵，当有三十万之众，合兵北上，只要运筹得当，败秦救赵，势在必得也。”何谓运筹得当？刘季运文高论，刘邦高声问了一句：“兵家之秘，何能轻泄哉？”宋义颇尽轻蔑的笑了。项羽急切道。 臣即楚王，秦军杀我叔父项梁，此仇不共戴天。项羽愿率本部人马，全力北上救赵，击破秦军，斩杀章邯，而后西破秦中，活秦二世皇帝。鲁公之言有理。刘邦拱手高声道：“臣以为，我军可效当年孙膑的围魏救赵战法，一军北上巨鹿救赵，一军。” 向西进击三川郡，并威胁函谷关，迫使秦军回兵。如此，则是三路救赵，秦军必出差错，我军必胜无疑。老臣以为，沛公所言甚当。范增苍老的声音回荡着，一路北上击秦主力，一路西向扰秦根基，四路诸侯惑秦耳目，三方齐出。 破秦指日可待也。好，先定救赵主帅，楚怀王拍案了。楚怀王此言一出，殿中片刻默然，之后立即便是纷纷攘攘，有举荐吕臣者，有举荐刘邦者，甚或有举荐魏豹者。三路楚军头领之中，唯项羽无人举荐。老范曾微微冷笑，却目光示意。 项羽不要说话。一时纷扰之际，文臣作案中站起一个紫衣高官之人，一拱手高声道：“外臣高陵君天险，起兵我王。楚王目下正有不世将才，堪为救赵统帅，举殿大阵将军目光俱皆一亮，项羽尤其陡然一震，以为高陵君必指自己无疑。” 高陵君所指何人？楚怀王倒是颇显平静。知兵而堪为将才者，宋义也。田县高声回答。此语一出，举座惊讶，一片轰轰嗡嗡的议论之声。项羽顿时面若冰霜，唯刘邦笑容如常，不动声色。以战国传统，文士知兵者多有，然多为军师。 譬如孙膑，或为执掌兵政的国位，譬如魏辽，文士而直接统兵者，不是不能，毕竟极少。宋义虽然已经有执兵之名，然终究是当年一个谋士，今日一个大夫，更不属于三支楚军的任何一方。能否在执任宗主的大乱之时将兵大战，确实没有成算。唯其如此。 大臣将军们一时错愕，议论了。然楚怀王却有着自己的主见，扣着大案，待殿中安静下来，方道：“宋义大夫虽主兵政，终究一介文臣。高陵君何以认定其为大将之才？”田显高声道：“楚王明鉴，为统帅者，贵在通晓兵机之妙，而不在战阵冲杀。臣举宋义，根由再三。” 其一，宋义曾力荐武信君骄兵必败，可知宋义洞察之能。其二，宋义复其途中，曾对外臣预言：项梁数日内必有大败，其行则送死，缓行则活命。外臣缓车慢行，方能逃脱劫难。由此可知宋义料敌料己之明。其三，宋义既统楚国兵帐，统率三军，必能统筹后援。 以免各方协同不利，如此三者，宋义堪为统帅也。殿中一是默然。宋义见祖项梁，并预言项梁之死，原本是人人知晓之事。然则，楚方君权将士碍于项羽及其部署的忌讳，寻常极少有人公然说起。今日这个高陵君不折不掩，当殿通说，项羽的脸色。 早已经阴沉的要杀人一般，连素来悠然的老范增都肃杀起来。大臣将军们顿时觉得不好再说话了。老臣以为高陵君言之有理，素来寡言的令尹吕钦打破了沉默。沛公、司徒，以为如何？楚怀王目光瞄向了刘邦、吕臣。 刘季无异议，刘邦淡淡一句：“陈雍带宋义为将，吕臣率之激昂。”既然如此，本王决断。楚怀王拍案道：“宋义为楚国上将军，此号青子冠军，统辖楚军各部旧赵。项羽为旧赵大军次将，范增为末将，卿等三人齐行筹划，各军就绪后。” 听上将军号令北上。楚王明断，殿中不甚整齐的纷纷呼应。臣奉王命，宋义离岸，慨然一拱。陈纵一死，必全力运筹救赵。范增又扯了扯项羽后襟，一直脸色阴沉的项羽猛然回过神来，忙与范增一起作礼，领受了楚王任命的。 赐将末将之职，楚怀王似乎有些不悦，却也只淡淡道：“大事已定，未尽事宜另作会商。”轰轰然，朝会便散了。彭城各方势力的实际斡旋，在朝会之后立即开始了。朝会议定举兵救赵，没有涉及刘邦所主张的一路西进袭扰三川郡。 任命统军诸将时，也没有涉及刘邦、吕臣两人，只明白确认了宋义为上将军，项羽为次将，范增为末将。显然，刘邦军与吕臣军，既没有被明白纳入宋义的旧赵军，也没有明白究竟作何用场。使项羽大为不解的是，如此混沌的魏晋部署，竟没有一个人异议，便散了朝会。 一出宫室庭院，项羽便愤愤然道：“如此不明不白，也能救赵？亚父，为何不许我说话？”范增见左右无人，这才悠然一笑，道：“如何不明不白？明白的很。楚王不再蓄意，是心思未定；刘邦不说话，是另有自家谋划。” 吕臣父子不说话，是踌躇不定。项羽道：“人心各异，能合力作战吗？”儿戏。范增低声道：“少将军，稍安勿躁，只要有精兵在手，任他各方谋划。大军一旦上道，且看这个宋义如何铺排再说。”直到两人上马，飞回幕府。 项羽还是不解的问：“亚父，为何我军不先攻关中，却要窝在这个宋义帐下？若攻关中，我军一战灭秦无疑。”范增思忖了片刻，正色道：“少将军，目下我军不宜直然进兵关中，其理有三：其一，吴信军猝然战死。” 少将军威望伟立，楚王宋义等无论如何不会让我军独建灭秦之功。此时，我等若执意孤军西进，新楚各方必多掣肘，而粮草必难以接济，彭城根基亦可能丢失。目下，项氏军马还得有楚怀王这面大旗，此乃大局也。 其二，秦军主力犹在，函谷关五关乃险要关塞，若一时受阻，后果难料矣。其三，目下大势要害在河北，而不在秦中。战胜章邯王离大军，则秦国自溃；不胜章邯王离大军，即或战到关中，亦可能遭遇秦军回师吞灭。 周文大军进过关中，结局如何？一战覆灭而已。少将军切记：谁能战胜章邯、王离大军，谁就是天下盟主。即或别家攻下关中，也得拱手让出。此战国实力大争之铁则也。少将军蓄意训练精锐。 所谓何来？莫非只为避实捣虚，占一方地盘终了，而无天下之志哉？亚父，我明白了，与秦军主力决战，才是天下大计。项羽在范增一番剖析下，恍然清醒，自此定下心神，也不去任何一方周旋，只埋头河谷营地整顿兵马。 为北上大战做诸般准备。因项楚军收拢刘散、训练精锐，都是在秘密营地秘密进行，加之时间不长，事故驻扎在泗水河谷的这支新精锐无人知晓。楚王与宋义等大臣虽然也听闻项羽在着力收拢项梁溃散旧部，然其实王权过虚。 远远不足以掌控此等粮草、兵器自筹的自立军马的确切人数，几乎对刘邦军、吕臣军、楚王君臣也同样知之不详。楚王君臣所知的项楚军，只有彭城郊野大营的万余人马。为此，范增谋划了一则秘密部署：这支精锐大军不在彭城出现于项羽麾下。 以免楚王宋义、吕臣、刘邦等心生一计。新精锐由龙且统帅，先行秘密进发，在大河北岸的安阳河谷秘密驻扎下来，届时再与项羽部会合。项羽思忖一番，越想越觉此计高明，届时足令宋义这个上将军亲自观军，瞠目结舌，不禁精神大振，立即依计。 秘密部署实施，三日后，这支相楚精锐便悄然北上了。与项楚军不同，刘邦部谋划的是另一条路径。一年多来，刘邦很是郁闷，仗总是在打，人马老是飘飘忽忽三五万，虽说没有溃散，可始终也只是个不死不活。若非萧何筹集粮草有方，曹参。 周勃、樊哙、夏侯婴、灌婴等一般草根将军，稳住士卒阵脚不散。刘邦当真不知这条路如何走将下去了。项梁战死，刘邦与项羽匆,匆,匆忙东逃，退到砀山，刘邦便不走了。刘邦不想与项羽走得太近，一则是不想被项羽吞没为部属，二则是秉性与项羽格格不入。 项羽是名门贵胄之后，暴烈骄横，刚愎自用。除了令人胆寒的战场威风，这个贵公子几乎没有一样入得刘邦之眼。打仗便打仗，刘邦看中的是打仗之余收拢流民入军。可项羽动辄便是屠城，杀得所过之处民众闻风而逃，如此。 刘邦部跟着背负恶名不说，还收拢不到一个精壮入军，气得一般草根将军直骂项羽是头野狼，吃人不吐骨头。刘邦劝不下项羽，离开项羽又扛不住秦军，只有跟着项羽的江东军心惊肉跳，烽火流窜，既积攒不了粮草，又扩张不了军马，直觉憋闷的。 要死了一般，定陶之战，项梁一死，刘邦顿时觉得大喘了一口长气。刘邦明白大局，项梁一死，项楚主力军一散，很恶的项羽，狗屁也不是，楚国各方没谁待见，离这小子远点最好。为此，刘邦托辞说要在砀山筹粮，便住下不走了。 项羽无力供给刘邦粮草，也对这个打仗上不得阵、整日只知道嘻嘻哈哈的痞子亭长蔑视之极。刘邦一说不走了，项羽连头也没抬，便径自东去了。驻扎砀山月余，军马好容易喘息过来，刘邦才开始认真揣摩前路了。此时，陈英来拉刘邦，要其与吕臣协力谋划楚怀王迁都事。 刘邦心下直骂牧羊小子蹭老子穷饭，可依然是万分豪爽，又万般真诚的圣待了陈英，以力举荐吕臣南下护驾迁都，说自家不通礼仪，有剑伤未愈，愿在彭城效犬马之劳，为楚王修葺公事。陈英一走，刘邦吩咐周勃在沛县子弟中。 呼出一批做过泥瓦匠、徭役的老弱，只说是着意搜罗的营造高手，由周勃领着开进彭城去折腾，自己又开始与萧何终日揣摩起来。便在百思无计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突兀的冒了出来。沛公，且看何人道也！萧何兴冲冲的喊声，惊醒了灯下入神的刘邦。 本期的《大秦帝国》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